来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到小人国，端午节连假，小人国桃竹乡亲父老，只要135块钱，我们要抢这波风潮，这就是秉持客家人的精神，让我们重温旧梦，去小人国玩耍吧。你看阿姨今天的美腿，请不要这样子。亲阿姨的嘴巴。不要吵我，我要睡觉。他的身条凹啊！我是汪汪主播，来到了小人国。Hello， 小哥哥、小姐姐们，你们在哪里？把你们的双手举起来！后面的声音哟！欢迎来到小人国。来访问一下，妹妹，请问第一次来小人国的感想是什么？不错吗？不错吗？啊、阿红，请问你第一次来小人国的感想是什么？有。怎样？好，姐夫第一次来小人国感想是什么？累，很热，很无聊。小人国初体验，他们一家三口。哎、欸，姐姐，这是什么？铁达尼吗？是吗？是吧？车子耶。是石门水库哎、欸，石门水库，泄洪了！各位观众，台风天的时候，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桃园著名的石门水库，不要拍我鱼尾纹。那你要学游泳吗？我不要啊，再被试试。国父纪念馆。那右上方，一个转身舞蹈。阿红把他带回来，很好，蔡启宏做得很好，给你个赞。过关了，过关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坐小火车了。步步轻巧的登场。妹妹，你对这次的造型满意吗？妹妹，你喜欢这次的造型吗？鸡罐头造型 ，rock。把他聊天了。我来帮你拍，跟他玩耍的感觉。爱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好厉害！谢谢你，再见。你是不是怕我把它吃光光？不怕哦，不然吃这么快。我要吃光光了，可以吗？嘴巴都还没蹲进去就要咬，哇哇塞！只要699免费玩5个月，你要吗？谢谢光临。啊，出发喽！哇，他们晚上会聊天吗？阿红喜欢他们吗？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，好像很可怕。嗯、他有发眼睛吗？阿红。是做旋转木马车，耶！阿红紧张吗？我不会紧张吗？很棒，你骑马哎！驾狗狗，驾狗狗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我们要坐摩天轮喽！你们两个不要坐同一边啊！很胖，不错吗？那你唱一首歌吧，唱什么歌？掉下去的歌。掉下去的歌，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135块小人国旅行，我们遇上了大雷地雨的。好啦，都不能玩什么啦，躲在餐厅。下雨天，一切都停摆。
就是会碰到这种状况，但是我们还是什么安之则安之，我不会讲那句话，但是就是那个意思。亚比，这有了吧？一模一样的东西要买几个？给你放几个啦？那个也有啦，这个有，这个你也有啦，这个你也有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来。侧边，侧边，转头一点点，转头一点点。头过身。